迎接2024甲辰金龙年，在嘉义市城隍庙推出了新年开运吉祥祥龙献瑞招财钱母吊饰。那么另外还有限量100个放大版的快木制钱母，象征富贵运气一整年。音乐响起，小朋友穿上特制服装，跨大步伐摆动双手，在庙城前大跳七爷八爷。迎神赛会活动不间断，一群孩子在国定古迹嘉义市城隍庙前活泼演出，炒热气氛。迎接2024甲辰金龙年，城隍庙推出祥龙献瑞招财钱母吊饰，以古钱龙吟为主题，正面则以祥龙献瑞象征富贵福气一整年，将在农历过年初三初四上午各赠送1500个和信众结缘。另外庙方也利用台湾快木制造100个放大版的钱母限量推出。今年哦，咱是龙年啊，龙年哦，福龙大吉啊吼！啊，大家呢，今年呢，好过年啦！过年拢来城隍爷遮行村吼，因为咱过年呢，咱有发钱母的部分哦。庙方说，龙具有权力尊贵的象征，是趋吉避凶、招财进宝的吉祥神兽。这回特别设计祥龙献瑞的招财钱母，必有民众龙年好运旺旺来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